吃，今晚上吧，现在把它切好放在这里，先去做点其他的事，晚上回来就刚好可以吃，腌它一下。其实我边腌边流口水，这个嫩姜现在价格挺高的，因为刚刚出来嘛，而且也挺嫩的，16块钱一斤了现在。就放点生抽，放点剁辣椒。现在天气热，吃姜最好的。大家不是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吗？而且很下饭，这个放在这里，我要去种点那个辣椒去了。昨天买了一些辣椒苗，在外面跟广西老板买的辣椒苗。我买了两种，一种是辣的，一种是不辣的，一种是圆的，一种是长的。辣椒20颗辣椒，这里可以够种了啊。20颗辣椒，还有10颗那个茄子，茄子在这里种吧。哎呀，现在又可以种菜了。种完这些，等一下要种花生，种花生又再种点西瓜。花生那天我二嫂已经去种了一点，但是还没有种完呢，有点可惜，拿来喂鸡吧。我要脱鞋子来，脱鞋子凉快些。哎呀，阿布姐要上了，温暖的用啊，有哦，你哪啊？你白呀？你个啦？啊，白人带哟，白人出门啦。我也是关关你，这都没弄完嘛？这都没拿，弄个柜顶。啊？弄个柜顶上来。这样。我都老将手上了。哎呀，那肯定也等你啊！我玩的，玩的久都玩的嘛，反正我这样的。我说你这啥地方？我怎么有点上啊？嘿嘿嘿，难闹的。啥？他睡觉，你在讲讲啊？不信我，你看看呀。到你家里卧到，难你，你先讲讲。大爹，上下去干你们了。弄我呀的。嗯。我这个弄的都吃饭了，饭嘛吃啥？吃饭嘛，吃饭嘛。下乡下吃饭年。哎，这样儿子乡下一当都能熬奶酪，再倒奶酪起不熬啊？都烂了。你家有你那烟了咋？我拿你，我拿啥拿那？大年你们就烂了。老家我奶奶忙活，跟跟你就管他了。嗯，我那么去梦见梦瑶的，去梦啊梦瑶啊，哎，我不在人家了，烧我们奶奶，我忙于老那多么要卖，又老被躲呢，我又看人了，这又人了来，上浪整顿棒啊，这你上我买嫩了嘛，到现在干了两个人弄那么明白，这样我这样的三位之多，烧起来老家不倒。你刚那老上老温成分吧？你刚那上老温了，我又成分了。又了又去干牛呀！你上个小姐，那没事，你不上。你刚那上老温，我要走质量啊！你家不要走数量啊？必须走数量啊！就不要走数量啊！就个种啊，那的哈，我哩，现在能忙起哩，小能起哩，就认真人了，我帮着。你家么那也退休，那还不关机啊？那对对呀，关关机有多大？哎，你讲不？哎，你要等来讲，不能熬到。妈妈是意外呀，意外，到今到呀，我呀熬的蛮硬的，真是。到意外。到哪了？到又熬。等他点到没点他就熬。哎，现在也不重要，人大就要讲了，一人大就难生难养讲。现在来啊，那他那家里那个熬饭弟弟，现在就哎呀妈来嘛，那妈到跟狗跟爬，老也多。
那是这干哦。好香啦嘛，就很好，不累不累哟。不亮。买的时候，那个老板说有一个是辣的，一个是不辣的，但是我拿回家我已经搞不清哪个是辣哪个不辣了，我尝了一下叶子都是一个味。那个叶子小的是辣的，这个小的，嗯，叶子大就不辣的，都一样大，你看这个还大些，那个叶子圆点啦，这个圆的，这个尖，那个是不辣的。我是说要分辨一下，那是因为我大嫂说她说如果说这块地你种了一种辣的还有一种不辣的，那你种的辣椒到时候也都是辣的，因为到时候那些蜜蜂来传花粉了，它搞乱了，所以你的辣椒不管你种辣不辣，就是不管你种哪两种，最终都是变成辣的那种。真的吗？真的。骗人。是不是大嫂？他们说这个辣椒就是大嫂说嘛，他说如果这辣椒辣的跟不辣种在一起，到时候辣椒都是辣的。是啊，它有花粉。传花粉的蜜蜂哦。所以我就说不辣的种在这里。那辣的呢？辣的就随便哪里塞吧。随便哪里呢？明天拿到我们种花生那里去边上围圈上种一点点进去吧。我不熟，那我就种玉米进去。种玉米啊？旁边种玉米。那就在哪里种呢？那就还有。那你不是鸡圈下面你有还有地方吗？没有围，怕鸡吃了。怕鸡不吃。不吃辣椒啊？嗯。那就在那里种吧。搞定了嘛，你们。昨天那个叶子都快枯了。今天就长得比昨天还要漂亮。不用浇水了，我婆婆说这个根了很多水。那两毛闷了就走了。这几颗放到原来地方，明天就去种。吃饭啦！吃饭啦！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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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你也说好吃。要吃这个，来吃这个。哦，好。要吃。哇，好吃这个。塞呀，爱塞呀。使劲的塞。哇，好厉害哇！筷子给爸爸，你那跳舞修就修，慢了一步。哎，你大妹妹。姐妹，哎呀，好乖，哎呀，妹妹。你妹妹哭你。